感恩上师让我今生遇见您，感恩上师无论发生什么，您都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给予我清晰的指引，带我走向终极圆满开悟的智慧人生。米夏兰达斯瓦米吉 I love you。 师父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每一次困惑的时候，你都毫无保留的以任何的方式告诉我你有多么的爱我，感谢你降临到这个世上。 Thank you Swamiji, I love you。 我是你下恰夸拉加斯瓦鲁皮尼，师父我爱你。 Swamiji, 感谢你让我有机会生活在你的空间中，感谢你时时刻刻让我感受到你的存在，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如何专注在第一人称的源头上，感谢你为我们打开了超意识的通道。 Swamiji 我爱你 I love you。 2024年金丝节快乐，感谢你每天照顾着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母亲。 Swamiji I love you。 师父金丝节快乐，然后感谢你来到我生命中，感谢你带我们走向开悟和圆满，然后感谢你给我们全新的人生。 I love you。 2024年金丝节快乐，我爱你 Swamiji I love you。感谢师父一直照顾着我和我的家人，感谢师父 I love you。 Swamiji 感谢此生您来到我的身边，带我走向开悟的智慧，我爱你，金丝节快乐。师父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拯救我，我希望能生生世世成为你的弟子。师父谢谢你 Swamiji I love you。 2024年金丝节快乐， Swamiji I love you。师父感谢你，感恩感谢您拯救了我，谢谢。萨米吉2024年金丝节快乐，感恩你时刻照顾着我和我的家人。萨米吉我爱你 I love you。 我现在来到师父的卡拉萨已经两个月了，在这两个月内呢，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点点滴滴的一些东西，体验到了也很多很多。7月21号金丝节到了，我想给师父说一声非常感恩师父，谢谢师父，永远爱师父，永远跟随师父，感恩师父，谢谢。生命当中最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拥有了一位最最终极的 Guru 上师。在2024年的金丝节，再次深深的献上我的由衷的感恩之情，谢谢你 Swamiji I love you Swamiji。感恩师父选择我成为你的弟子，感恩师父把我带回喀拉萨，带我走向最终极的圆满之路，体验最终极的圆满。我爱你师父 I love you Swamiji。 同时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次金丝节如此殊胜的机会，积极的参与供奉师父，让最美妙的发生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。 Swamiji I love you I love you。I love you, Swamiji.